交出冰雪女神之时，我要让你们全都付出代价！冰山岛，燃烧吧，火倒数。为什么冰山塔都这么想杀我吗？你写了一九雷天火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神兵出世，血光血。玉鲁大人。 派遣冰月帝国士兵，全面彻查冰雪城。你无法放下他们，已经是对冰神塔的背叛。我宁愿背叛冰神塔，也绝不会辜负我深爱的人。